完了，我怎么只剩29块8毛5了？给妹妹买了星星折纸10元。哎，请妈妈和妹妹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花了27。上次好朋友来我家里玩，买零食花了49，八度杯25，网购花了70多。 妈妈这周给我的200元就花没了，关键是这个周日我想约我的好朋友去逛街呢，怎么开口呢？这周花的钱确实有点多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妈，上次你坑我的100块钱零花钱呢，快点还给我！好多粉丝宝宝都说你特别过分。给你？什么叫我坑你啊？我不是怕你小孩子花钱没有节制吗？ 你周末不是约了好朋友一起去逛街吗？对呀，上次我给你的钱还有吗？有呢有呢。出去玩的时候钱不能乱花，但是也不能小气。好的，哈哈，又有钱啦！啊？什么叫又有钱啦？我上次给你的钱你花完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拿手机我看一下，我看你都花哪去了。